这里是印度尼西亚旺加西市的罗萨尼海滩。那在我左手边的这个舞台呢，就是为参演的各国海籍官兵进行文化交流和文化展示而准备的。那稍后呢，来自中国的海军官兵代表也将登上这个舞台，与参演的各国官兵一起同台亮相。下午5时许，中国海军官兵登上舞台，进行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醒狮、水兵太极拳、中国功夫变脸等表演，现场观众掌声不断。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和各个国家的海军代表一起同台亮相，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方式来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好地与各个国家的海军沟通交流，增进感情。根据主办方安排，昨天下午各国海军观摩了印尼军队医疗人员开展的义诊和海洋环境污染主题健康宣教，中国海军派出医疗队同其他国家医疗队进行交流。据了解，联演将于明天进入海上科目准备阶段，主办方将组织参演海军代表参加航天会议、兵棋推演等活动。